喜欢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至今还记得，我去年看到他，感觉还像个就是毛小子那种，还像个小孩那样的状态。就是一年不见，真的是翻天覆地的蜕变。蔡徐坤身体里面，我看到了很多的能量。我觉得蔡徐坤，你真的是个天才，你悟性太强了。我今天非常喜欢蔡徐坤你的表演。蔡徐坤拥有我觉得对于他的年纪比较不可思议的一种音乐的理解力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